日前，湖南张家界毛岩河景区内一处被摄影爱好者偶然拍到的天坑星星湖在网络上走红。为了给这处地质奇观找到合适的名字，同时更好地将其保护起来，让游客近距离欣赏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当地打出了6万元人民币面向全球知名的计划。通过航拍，记者看到星星湖位于一处码头对岸，一座山崖成为该湖与毛岩河间的自然屏障。根据地质调查，星星湖所处位置为自然天坑，与毛岩河通过地下阴河相连，湖水由河水、雨水、山泉水等组成，整个天坑深度约200米，湖面面积超过200平方米，湖水四季恒温，碧绿清澈。张家界毛岩河景区总经理祝超文介绍。星星湖的四周林木茂密，峭壁环绕，属于喀斯特地貌。由于地势险峻，少有人踏足，因此一直保持着原生态面貌。我们现在主要是把这个地方保护起来，我们目前正在规划，下一步的开发方案。当然，前提是合理的处理好保护开发的这么一个作用。目前我们很慎重。据悉，张家界毛岩河景区是一个融峡谷风光、洞天美景、水上漂流、民俗风情、红色文化于一体的国家森林公园。此次征名要求控制在6个字以内，并需附不超过200字的创作思路、理念及含义说明。最终命名者将获6万元人民币现金及终身免费有奖励。